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春寒物重的重庆国民政府，民主与独裁的矛盾日益尖锐。1946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布了四项关于实行民主的诺言。四天以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就在教场口事件中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与恐吓。风过雁往木扶秋，雨打潮回谁掩愁，萧萧岁月寂寞事，江边诺言已空留。这一年的八月，65岁的冯玉祥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开往南京的民联号轮船。蒋介石说，得了大哥，您不是当时是讲修水利，我父亲分工是黄河，蒋介石是长江。后来蒋介石就想了个招嘛，说大哥您看看，您到美国去，去看看人家的水利怎么搞。就这样，我父亲呢，那时候这周总理他们大概也是说，因为要打了，打了如果说让我父亲马上去延安，就那时候还不。延安还没完全，也不好，所以周总理他们就说去美国。回到南京以后，面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冯玉祥感到十分的压抑与苦闷，而他与共产党的亲密也使得蒋介石更将其视为必须铲除的一颗眼中钉。于是蒋介石便给冯玉祥一个水利特使的头衔，将他支往美国。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再次发动内战。一个月后，冯玉祥、李德全一家离开南京赶往上海，并将赴美日期定在了9月2日。我们走的前一天，周总理和邓妈妈都到在上海等我们家去。我父亲很好学啊，那时候学点英文，他这旁边就是我老伴儿做翻译，他就在大街上给老百姓讲。为什么我老伴儿我们就是抗战时候在成都，他是成都人，他在华西大学认识，他是说后来我们订婚。1947年5月，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的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520血案就是因此而产生。5月26日，冯玉祥就国民政府打死打伤请愿学生的暴行，在旧金山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了国民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这也表明了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公开决裂。47年呢，跟着去的人好多呀，又是什么翻译、秘书，又是什么都有。47年这蒋介石不是那个以后吗？我父亲就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说蒋介石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一下，蒋介石就吊销护照。跟去的人全开除国民党党籍嘛，这样就全走了，这样剩下我们三个。这样一来，叱咤风云的冯玉祥在此时成了一个光杆司令，陪在他身边的除了妻子李德全外，就剩下一个22岁的女儿冯李达。这不都走了吗？
吊销护照了，跟去的人全撤了，没人了。后来那个张群是国民党的办公厅的主任，他说呢，我父亲我父亲我母亲我三个人是外交护照，说他们就到四八年底了。这时候蒋介石就伸手啊，他不是我老伴带着我弟弟妹妹都在成都吗？我弟弟妹妹在成都上学，就伸手要告他们了。这时候呢，就有人赶快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托红十字会，他们当个难民来了。冯李达的爱人罗元征，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当时他刚刚毕业于成都的华西大学。当罗元征带着冯玉祥的其他三个孩子抵达美国时，冯玉祥、李德全夫妇早已来到码头等待子女们的到来。李德全看到生龙活虎的几个孩子后，心一下子落了地，还如负重似地说，好危险，你们差一点出不来了。大学不毕业不结婚，抗战不胜利不结婚，所以四六年我们就订婚了。以后呢，后来就四七年他就到我弟弟妹妹那时候，我们四六年走，弟弟妹妹就住他们家，就上这个什么大学，这就我们订婚在重庆。看见吗？我父亲我母亲我大舅，那时候订婚很重要，要登报。1946年的九月，64岁的冯玉祥以水利特使的身份，与妻子李德全、大女儿冯李达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的南部考察完水利之后，回到了美国西部的伯克莱城。一年后，冯玉祥为了排除在国内的后顾之忧，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已经订婚的女婿罗元征接到了美国。原来有一个翻译也是请的他们那儿的，可是呢那儿的留学生啊，我父亲讲话很幽默，可底下呢没笑的。哎，这时候就是老罗，就是我老伴，他也跟去了那天。哎，他就说了几句，哎呦，底下就笑了。我爸爸说，好吧，你就做翻译吧。这样去了没几天，这个时候呢咱们党的工作是在纽约，对吧？唐明照、龚鹏、龚普生，就希望我父亲能到东部，到纽约去。10月10号呢，成立和平民主联盟，希望我父亲主持。1947年九月间，中国时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让蒋家王朝处在了末日的边缘。这时聚集在美国纽约华侨日报周围的爱国进步人士，为了配合祖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迫切需要有人组织领导一场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而冯玉祥就是他们的最佳人选。同时冯玉祥答应主持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举办的双十节聚餐会。在去往纽约的路途中，开车的司机就是冯李达、罗元征。我是在美国学会开车了，我老伴儿呢就是要也在国内学了一点也，这样就说行。我妈妈呢还在这个做那个华侨华人的工作，在华侨补校教书，所以就说这样，我们俩开车。1947年9月28日早8时，冯玉祥从美国的伯克莱出发，女儿冯李达及其未婚夫罗元征轮换开车，送冯玉祥前往纽约。我们走的路上，这中午嘛。这我父亲母亲都说好了的，哎，我妈妈就问，他叫罗元征，我老爸就说，
怎么样，你们都订婚一年多，我们46年5月订的，这是48年9月，47年9月，说一年多了，是不是结婚吧？因为路上也好省，要不然得3个房间省钱呀、啊、说那结婚吧。这个罗延登说我听你大的。我妈妈又问我，我说我听爸爸妈妈的，我爸爸很幽默，好，4张全票通过结婚，就在那儿请路人照了张相，这就结婚了。这个时候22岁的冯礼达并不知道父母是有意将婚礼安排在这一天。1947年9月28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一个花园般的小镇里，冯礼达与罗元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没告诉我们。然后呢，晚上我父亲还真是英文呢、啊，就看地图怎么走啊，然后找了一个地儿，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 Love Luck 爱索，这都是，所以我父亲英文还是爱索，就住那儿，说好就住这儿了。晚上就给我们写了这个民主啊，新伴侣，因为当时搞民主革命嘛，是吧，自由两先锋，当时没有讲自由恋爱的，我们俩是自由恋爱吗？不是在成功吗？所以自由两先锋。那一天正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李德全见女儿找到归宿后便返回了伯克莱。傍晚时分，冯玉祥带着这对新人入住了途中的一家小旅馆。晚饭过后，作为送给冯礼达的新婚礼物，冯玉祥提笔写下了这几行字：元征贤婿，礼达无女，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10月10号就开和平民主联盟，那国民党的也在这旁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知道？我碰见了我同学，比我小的小几班，我一看哟，那个样都挺那个的。这样我待了3天，因为我还念书呢。冯礼达跟随父亲冯玉祥每日小行夜宿，一路艰辛，终于在双十节前驱车到达纽约。1947年12月21日，蒋介石下令冯玉祥将军于12月底前回国，但冯玉祥却针锋相对地宣布他将与所有要推翻蒋介石的人合作。这是我妹，我大妹，上的是我们三个，我小妹，我大妹。那是一段将近60年的沉痛记忆，但当83岁的冯礼达将军想起那段往事的时候，仍然历历在目。我小妹就没找着，所以她算是也是最聪明了的，又聪明又漂亮。她就说去看去，后来就看看这么一点小布，这都烧了呗。因为正好这么一出来，走到这儿就是楼梯口，这烧就是火，所以他们说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了什么的，哪有，胡说八道。1948年1月7日，蒋介石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等罪名，开除了冯玉祥国民党党籍，同时还非正式电请美国，希望能把冯玉祥驱逐出境。冯玉祥在美国的子女纷纷被废学，理由便是没有合法身份。当时冯礼达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生物系，周围都是特务，所以我父亲
就在这个时候就写了一个遗嘱，就说为什么写这遗嘱，你看看啊，你看，可是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懂不懂？所以这个就是凭这七条，到底这个人怎么样？这就是那份带有预知性的遗嘱，写自1948年的2月10日。在冯玉祥所写下的五份遗嘱中，这是最后一份。这一年的7月，苏联的客轮胜利号抵达美国，同时国内也传来了中共中央着手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就这样，冯玉祥一家欢欣鼓舞地登上了胜利号。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俩妹妹没睡觉，中午不是吃完饭了吗？吃完中饭还开了个追悼会，追到他们的一个日丹诺夫政治局的，完了就说大家明天就到了，大家回去收拾吧。他们把大餐间了什么都关了，然后我父亲、我母亲俩妹妹，就我父亲母亲就跟他们讲，26年到前苏联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呢是晕船，所以我就在我的仓房。1948年的9月1日中午，船上的扩音器中传出了船长的声音，他建议大家午餐后各自回舱收拾东西，休息一下，准备明天下船。这时候突然间就起火了，冒烟，烟当然他们的，我父亲母亲的，他们那这仓房都开着，烟就过来了，烟过来，我小妹妹特别聪明，我小妹妹就说：“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去。”好了，一点没有，全烧了。后来就有了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布，他穿的衣服的布，就这么样子。然后呢？我大妹妹就想到我还在房间，她一下就跑到我的那仓房去，那脸都是黑的，就说了一句话：“着火了。”胜利号客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从德国手中缴获的，船上宽敞舒适，豪华富丽，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冯玉祥一行人等的住舱，中间一条过道，两间并排相对，住在父母对面的是冯里达的妹妹冯小达。开始就烧的无线电视、医务室、救生艇，你说这什么？底下的那舱，我们是在这边四个房间，这边四个房间是苏联的中央委员，风呢朝他们那边吹，三个都死了，剩了一个重伤，他们人们呼噜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塌了。楼下的呢，底下全是，为什么这个船原来没有苏联船，原来就是蒋介石那个就想让我们是坐美国船呀、还坐什么船，后来就苏联的那个大使啊，正是以前在重庆的大使。1948年的冬天，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后，于这一年夏天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的胜利号客轮上，
面对着心旷神怡的大海时，他不禁地说道：这次回国后，我要做一个小学生，一切从头做起。就在他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候，一场大火燃尽了他所有的希望。那仓房啊，关得很紧，所以我们那儿一点没看见，就看见我还在说，我这上头怎么有点黑，什么黑烟儿？他这一进来一说，着火了。然后我和我弟弟藏悬窗啊，藏以前就走那出去进来玩儿，这我就把他，我们那老罗的利息他就把他给，因为我外头就是甲板，我那手表就在桌子那小桌上，那想带还是不带？哎，一会儿就回来，一点不迟他，出去了。然后老罗也出去了，就问：“这是我妹妹醒了？”就说：“爸爸妈妈妈妈还在仓房。”这赶快就从他们那边打那个悬窗啊，悬窗也很难打。此时的冯立达百感交集，刺鼻的浓烟与慌乱叫嚷声在瞬间混成一片。一定要救出自己的父亲，是他当时唯一要做的事情。好容易打开了，这是我弟弟和那个秘书也出来，哎，这是就老罗和我弟弟就跳那悬窗进去，进去啊，那不是房间里都黑了吗？全是黑，就脚就蹭着个软的，然后一滴溜起来是我妈妈。在冯李达他们救出李德全时，冯玉祥早已经昏倒在浓烟滚滚的仓房中。又再走才摸着我爸爸出不来，后来这时候水手就出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几名高大的苏联船员穿着消防衣冲进了冯玉祥所在的仓房，但这并没有使得冯李达等人从死神的手中夺回父亲的生命，等待他们的只是一声残酷的宣告和挤满乘客的救生艇。此时命运赋予了他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来了快艇，把我母亲，把那个重的重伤的，还有我妹妹，我妹妹我弟弟陪着，就先到疗养院还是医院治疗嘛。我呢和我老伴还有那秘书就在船上陪着我父亲。到那天的夜里，就第二天的夜里来了一个船，叫莫洛托夫号，这叫胜利号，是最大的，是俘虏希特勒的。哎，来了莫洛托夫，这才把我们给拉去了。第二天就在奥德萨举行的葬礼。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夺走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布衣将领冯玉祥的生命，享年66岁。而这场大火的原因，据说是因为胜利号上的影院在放映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中午2点，谁看片子？这都锁了，说明天到了。本来我们从巴统就可以坐火车，后来说莫洛托夫在奥德萨等我们，就最后这一天一个月。我们7月31号走的，9月1号，你说，所以这个到现在没破。但是我们在亚历山大港的时候，旁边就是一个国民党的军舰，我父亲高啊，你一出来他们就看见了。这个还有你看着火，一个无线电视烧了，你打不出，医药室烧了，救生艇烧了，你说这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么样子呢，就这么回事儿。完了呢，
我父亲一点没有，就鼻子有点黑，如果那个时候有点急救药啊什么，不会。其实那个时候冯李达并没有生活在沉痛之中，而是坚强地站了起来，并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留苏学生，回国后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将军告诉我们，父亲冯玉祥对他曾经的教诲，成就了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时候，冯将军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儿，虽然他已是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将军。